2020至21年度本地球季揭开序幕啦，新波衫、新赞助，仲有新球员。南三嘅东方龙狮协助上届勇夺足总杯同高级组银牌双料冠军嘅气势，移师小西湾运动场，喺精英杯分组赛首场硬撼如愿。同过去球季唔同，球队只系唞咗唔够两个礼拜啫，就要开季啦。今场把守独木关嘅曾文辉醒神啊，企啱个位，反应够快，及时护走朱伟军嘅近射。上季球员之星艾华顿有几 fit， 睇到对方要出到超技术先至得佢停就知啦。话口未完，即刻快开俾新组，但系起脚就食唔应。唔紧要，系你嘅，始终系你嘅。艾华顿开出角球，个波就咁弯住入网。新组玩一 round 我嘅，头槌嗨到波皮，80分钟帮东方龙狮攻入今季第一粒。可惜补时阶段连失两下死球咧，先系叶卓文接应角球尾处顶入，91分钟帮如愿攀平。球季流流长，早啲发现问题及早修正，对东方龙狮都系好事嚟嘅。倒模一样嘅攻势，又系潘佩轩开角球，只系两分钟之后顶入嘅，换上卢斯安奴啫。东方龙狮大好形势下倒输1-2，下场会斗星斑马进锋。